你跟孩子讲好了吗？我跟他说过了，他一会儿就放学回来了。那我先去给他做点吃的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我去写作业了。等一下，过来。爸爸跟你说个事。老爸，你说。我给你找了个新妈妈。我不要妈妈。孩子回来了吗？啊，他继续做作业去了。那我先去看看他。你先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我下午要出差几天，你在家里多跟他相处一下。你放心，我能跟他相处的。谁要一百的东西？小姐，你过来。有什么事呀？我还要写字呢。今天早上的早餐吃了吗？吃了。你为什么要说谎？要你管。给你买了套新衣服，你去试一下。走开，别在那玩游戏。这是你爸钱买的，又不是我买的，赶快穿上。你是我爸的鞋。阿姨，你在擦桌子呀？这孩子嘴怎么这么甜？怎么啦？我们老师说要交补课费，上个礼拜不是刚交了吗？给我钱就行了。我打个电话问老师。完蛋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阿姨，你难道不相信我吗？我还真不相信。你拿钱到底做什么？交补课费呀。你不老实说，我就跟你爸打电话。阿姨，其实我想买游戏装备。小丽，阿姨，我错了，你别告诉我爸可以吗？你知道你爸每天上班多辛苦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你爸爸在外面工作，如果没有我照顾你的话，你怎么上学？阿姨，我以后会听你的话的。你爸爸希望你成为一个栋梁之才，以后不准撒谎。阿姨，我会慢慢接受你的。小杰，你要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因为这孩子今天怎么没动静？这孩子怎么发烧了？小杰，老师打电话说他最近的学习情况很差，他好像还是接受不了我讲的话，他有听。
他平时很听话的呀，你多关心他一下吧。我怎么就不关心他了？那他为什么说他饭都吃不饱？你是说我对他不好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小杰小的时候我就跟他妈分开了，多关心他一下。我用我的方式教育他，不要插手这些。那可能他有点脆弱，小杰帮助他。小杰，你在家里要多听丹凤阿姨的话，爸爸要工作，没多少时间管你，你要理解爸爸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爸爸。可是他们都说我没妈妈。记住，丹凤阿姨就是你的妈妈。爸，我知道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家吃饭。孩子，你不喜欢听我给阿姨说，阿姨就给你吃。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就问阿姨。阿姨，我以后不会撒谎的。我去给阿姨买点吃的。鱼是在哪里飞的呀？可不可以飞？不可以。对呀，不可以的话就写不可以呀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我没事，我去医院看一下。老公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明天回来。我在家等你回来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怎么可能不喜欢你呢？你小时候说不是要保护他的吗？这是为保护他的。姐姐吃妹妹的醋了。这两年确实忽略他了，有没有好的办法？没事，小杰挺懂事的，他自己能想得通。知道，哥哥穿好鞋子，就带你出去玩。带我来的。姐姐，还看电视，把作业做了，我带妹妹去转一下。我也想去。去什么去？咱们把作业做了。爸，你有多久没陪过我了？小杰，怎么没跟你爸一起出去啊？爸爸带妹妹出去了，妈妈带你去找爸爸。妈妈，我回家了，我带你跟妹妹一起玩。作业做了吗？做。
我带他出来的，跟他妹妹玩一会儿。玩什么玩？你不知道他现在好好学习吗？学习也要劳逸结合，去找妹妹玩。你干什么啊？老公，我们有了女儿以后都忽略小杰，我们应该重视的。我哪里不重视了？都是我的孩子。可是小杰还小，他会觉得我们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妹妹。慢慢的他会明白的。你看一下他们玩得多开心。谢谢你让我有个完整的家。我也很幸福。我先去看看小杰。爸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是不是在怪爸爸不够关心呀？没有呀。你年纪再小也是男子汉啊。男子汉就要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。哎，怎么连作业都不完成呢？爸爸，我以后不会了。喂，大头派。